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上游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我们二楼进去，然后躲在车后面。大家都指望着我呢。先把点占了吧，这帮人实力没办法。自己的，你妈的，我根本就人来了没有嘛？哎，我尽力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居然开始战了。他们炮台被拔了，可以。可能还有戏啊。我操，这还要受惩罚，结都结束了。0-3。等等。战败。妈的，不玩匹配，不玩那个排位了。要把自己玩成傻逼。这为什么也是位置吗？难道是王先锋不行了吗？没人了吗？我一直都在质疑他真的有那么火吗？坦克世界匹配都比这个快啊，那么小众的游戏。好，搜到了。正在进入监测站，直布罗陀。选择你的英雄。妈的，老子怼毛妹。哎，我也觉得，就网上就有人说这个东西是炒作，我也觉得匹配时间那么长，哪有那么多人在玩嘛？我不相信，妈的，暴雪爸爸在骗人吧？什么意大利炮？哎，反正这个又不是排位，随便怼就行了。30秒后开始进攻。哎，烫不出东西了呀。
这是一板弹夹吗？哎，那他是不是也可以用火箭跳了呀？对，但是并不能。全他妈是套路，太脏了你们。哎，反正是非排位，等会儿我也练一下阿三妹好了，感觉他看起来挺凶的。兄弟们推车啊，虽然不是排位了，也没必要打得那么休闲吧，那不去打 CF 呀，对吧， CF 多休闲，管的输赢，那你有人头就可以啊。哎，妈的，我自己也铁了被小美骚的烦恼。我推车啊，再见。不是大哥，你们忍呢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哎，真鸡巴厉害！英雄不朽。你妈的！我不会投降的。咱们这边没有阿三美吧？我是 McCree。我们必须团结合作，快转移运载目标。我他妈也要来。我干，真鸡巴猛，他都有大了。我会纠正我的错误。哎，被人虐门口了都。妈的，这游戏没法玩了。这应该不会受惩罚吧？也没几个人说话，我靠！妈，你看匹配时间都超过预计时间了。哎，我真的不信他有那么多人玩啊！骗人的，我操！难道暴雪要完了？正在前往多拉多。选择你的英雄。我看啊，今年六月份有人说匹配时间变长了。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啊，为什么需要更长的匹配时间？哼，那都是说明他忽悠不下去了。弄个什么嘛，我看看。
走去怼一啊！不必将我等伸张，才说了要玩这个的。真正敌人是无序。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这里会是费斯卡集团进行开发的完美位置。该干活的时候去那儿炸一炸。少杰炮就位。5、4、3、2、1，敌人来袭。光之所阻止运载目标。我操，真的威力不小啊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发现入侵者。护甲炮在这儿，我的少杰炮被摧毁了。正在布置光子屏障，少杰炮已部署。现在让他们瞧瞧我厉害。我操，真的好猛啊。炮台已部署。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传送面板上线，我已经打开通路。少杰炮就位。你过来呀。正在调整防御，我的防御设施被削弱。你们过来呀，我的传送门传得那么好。哎，你们不推车吗？走真门呢。这个能把它消掉吗？并不能。战术目镜启动。哎，大锤，你过不过来嘛？你不过来这好寂寞呀！哦，这个可以穿盾啊！啊，这么强啊，进来了。但是我也烧了他不少血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门口全他妈摄像头啊。他们过来要是那要付出代价，位移很快的倒还好。很慢的会被烫成傻逼。炮台已上线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么多。啊！不许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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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进来，你进来吧。你没事，你进来吧。你一进来就把你烫死。哎妈的，好强啊！原来这个。
炮台和摄像头配合起来好猛。开。就他们很难过来了，还可以再放一个。哎呦！你那么跳，哦，他在这上面打。正在校准防御系统。这样就可以了嘛？哼！哎呦，我是太他妈贱了，这个。炮台消灭都有十六，我干。嗯，它这个是自动匹配的。哎，我还是想再去打这个，我操，给老子掉分掉那么多了。哼，桃子说除了双飞最讨厌乱斗模式，没有之一。有个妹子说她妹妹给她说放假只是换个地方写作业，好像妈的是怎么回事。选择你的英雄，防守啊，一个哪个腿都不要啊，这怎么弄嘛？那我来嘛。那个奶吧。我奶玩不好啊。奶狙不够呀。光奶狙的话。我冲下去就神作了，看他怎么先布摄像头吧。敌方开始进攻，大风大浪我都经历，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，操这个贱，就能完成任务。我记得在这里执勤的，你别在那儿放太多，他们又不在门口一直待。哎呦，妈的，我不该那么浪，他摄像头也贵了，大锤范围太大，很容易伤到摄像头。
哎，前面守不住没关系，把桥洞守住就可以。哎呀！他开了盾还是很刚的。狂鼠搞得不错。好，哥要绕后。传送路在上线。我已经打开通路。都去二楼了，都去二楼了。妈的，这在打的什么？我搞不懂了。我怎么办？还好有个这个，三楼一个法机，七六管一下法机啊！哎，不该跟他弄，弄不过。我大锤确实玩的太菜了。好，回一下传送面板，你传送面板怎么放这儿啊？我操！很棒啊！这不在哪儿？哎呦，跑跑跑跑！我去吃呀！天降正义！什么吃你一锤？怎么把这个给弄回去的？我操我操我操！哎，我离你远点。啊操！好好好好好，再回来把这个日了。堵门堵门堵门！把你狗日撞出去！进攻了是吧？选择你的英雄，看看他们选什么。死神，有一个会苏苏的七六。我操，你声音能安静点吗？死神换七六吧。上把七六谁玩的？就是我，怎么了？你拿着玩吧。有七六啊，这个是。有个会有七六真的很好啊！我操。这七六可以赢。这个阵容差不多可以赢。我三金呢，我天。我所以我说有一个会玩的七六很 nice 啊。门口有鸭子、啊，
门口肯定有炸弹的，他肯定放了。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护盾。这盾出血，但是他们打不到。那说有一个夹子和一个炸弹。别急着出去，先 打了就行了。先别急着出去，先打吧。打了就行了，我从侧边出来。你要干嘛？哼！哎呦，其实都在侧边。帅不帅？怕他放那上面有个屁！妈的，大残七六大残，吃了个血包，我操！哎，你个贱人！我跟毛妹一起怼你，你还要怎样？哎，刚才也没盾了，所以我奶都奶不住，我靠！神他妈就结束了。怎么说赢了？胜利！全场最佳！全场最佳！我操！我怎么就全场最佳了？搞得好点，中间那帮人直接就被我搞死了。冲锋消灭十六，我日！我截个图去装个逼。好蛋疼啊。值得我们为之奋斗。我好喜欢高山，真希望可以爬上去看看。我操！我操，就一个奶狙啊！也没有，哎。随便吧。
谁他妈就退了吗？你不玩进来搞毛？爱心瓦尔德，我选个这个，这阵容妈的没大锤。为什么他们说到这个就想起了 Toast Girl？ 但说真的，其实 Toast Girl 挺丑的，在整容前的话，整容后其实本人也一般，只是有的时候照片上 P 图 P 的漂亮。哥进来了，目标点这儿，到处都是我的敌人。哈哈，你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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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还没进来吗？我在这里拖了那么久了。都吸引了三个人过来了，吸引了一半了。我吸引了四个了，兄弟们。我可不是战败明星，我站在目标点。啊，对了吗？不许走！我这不就牛逼啊！五十已到。哈哈，跳！哎操！看来不能定点炸，得远点飞过来。但是他们听得到我说的这个语音呢，这咋办？他们肯定作弊了。哎呦，可以可以，
不应该跟他纠缠那么久。我还年轻，还死不了。我的终极技能还在充当。哎，折怎么办嘛，兄弟们！我都烧成这样了。哎，这好烦呀！选择你的英雄，我选小美了。你妈的，选个奶啊！野路下。不好弄，该干活的时候去在这站着。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我厌倦了等待。你们按计划行动就行了，万一出了问题，我会帮你们解决。我们开始吧。这可是我的英雄。四，都到我这里来。二，一，敌人来袭。防守目标点 A。我只是拿你刷能量，后退一步还有一个。骚猪拉到什么了？我见过比你更糟的情况，我没事的。好，就你一个进去了。哎，太傻了，被这个东西定了。他近战很猛的。把你后面堵了，来呀，互相伤害呀。
啊，又有人说三金，妈你金，你他妈，哎，这又怎样了嘛？这游戏是 CF 吗？那么溜呢？来点音乐。午时已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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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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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妈说的，那刚才做个滴滴约架 APP 算了，然后顺势推出滴滴战场奶吗？妈的，滴滴殡仪馆，啊不，那应该叫滴滴送葬者。你妈，你很屌呀，你下去了吗？啊！那么不得了呢？升级了，升级了，走，去开个箱。嗯，操，这天使。这个呀，我还是选这个吧。但哎呦我操！啊，好好，有个卢西奥可以。哥们，小美换换一个吧。换成神马？你说一个嘛。啊，那就玩小美吧。啊。哎，铁杆心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护盾。5, 4, 3, 2，哎，我等会试试，不行也换吧，不然拖累队友也不好。
哎，被什么东西干了？你们怎么全死了？先把奶妈给你干了。那么跳啊！你让这些傻瓜靠近我的目标点。妈的，好烦呐！就留一个小缝，陆小缝。哎，不让。哎呀，怎么掉下来了？他放大了，漂亮！漂亮！走。你好。走。让我回复一下。有本事就过来。姑娘们，目标是我强的要紧。还算好，这样可以挡住他们。到我这儿来恢复。来嘛，哎呦呦呦，冰箱都没开得出来。
一，快过去！哦，那还不用开打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你们还是没打进来吗？啊，好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啊，你牛逼，你牛逼！你牛逼，啊！等会儿死了换托比昂。目标点已被激活。好了，再缓慢回血啊，有卢锡奥，怪不得。哎，我都不用干事了。都把他们压到家门口了。别呢，别拉了。回点，回点的别拉了，打到边上门口。我的终极技能就准备好了。呀，这就上去了。哎，你妈呀！好，我死了。哎呀。等会儿就让你爽一爽。他这个近距离还是可以哈。咱托比昂不要吧，搞事情了。他上去了。你妈的，哎，这那我也要这个。我可以黑掉任何东西以及任何人。隐身，来点音乐。我在这好久，让你放不了技能。
我的日！哎呀，医生，哎呀，哎，不行，我还是要托比昂搞事情。这个东西并不好操作。好，他在中间搞事情，我从这边上去，你看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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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！哎，你妈的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打死法基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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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杀！哎呦！目标敌是海队哦，谁来？好，点赞回来了吧？自己说猛不猛？摔死了！我操！神他妈就全场最佳！哎呦呦呦！好，三个三个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，哎，我看一下多少分。快出去看呀！哎，还是没到2000，烦的要死！哎，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啊，要累死了。妈的，非要有人说跟我要做个什么滴滴骂人，考虑跟我合资，我操！不，那有个问题，首先你要做上岗培训，这个人他身体比较强，被打了不吃亏，然后他本身他不能因为别人骂他打起来，你不然他会打起来了，对吧？你想一个人在你面前什么他妈脏话都骂出来了，问候你全家了，你不，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那就只有找飞机好投多少钱了。哎哎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！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，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！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啊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
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好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 7678-5588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，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